后我是来自国立高雄大学的资讯管理学系硕士班的学生，我叫陈亮珍。那来这里是希望大家能够帮忙填写我的研究问卷，因为我的研究问卷其实是与开放资料议题相关，然后主要就是想探讨说开放资料这个我主要是想要探讨开放资料素养这个议题，因为希望了解说大部分的人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对就是可能对进入开放资料这个领域有一点却步，然后主要是想要找出这个原因，然后看能不能从他们所欠缺的这些地方，然后找出可以解决他们所遇到的困难，然后让越来越多人也可以就是让大家都可以进入这个开放资料这个环境里面，然后一起提升使用开放资料带来的好处这样。啊，太好了，刚好都好了。哦，然后就是采用形式，就是我们会发放那个纸本问卷以及线上的问卷，然后线上问卷就是在刚刚共笔的部分有提供那个相关的连结，然后是我们也希望能够进行一些访谈，就是深入了解在开放资料圈子里面的人对于开放资料的这些想法这样。那就是谢谢。有网址吗？网址在 Google Spreadsheet。 好，一定要 Slack。 好，论文出来会及时授权，对不对？好，太好了。